你到底要我替你创啥？我替你替我提一个林子健的新头会。这任务若是完成了后，我会替你准备一个新的身份，替你安排离开台湾。你放心，我甲你保证，后半世人你的人生啊，真轻松免烦恼，爽爽啊过。诶，阮谈的交易，是安怎是林子健啊？你敢有啥物冤仇啊？ 你敢袂记得伫咧商业区迄工，向红翠燕姐就干呐？诶，单委员，哪会遐尔大吼？酒干呐，就是我特别设计藏伫遐，啊，警察来啊，嘛是我去报警的。恁算计哦，我即马算讲是林子谦的冤仇人啊。原来是你哦，你是安怎要安尼做啊？若毋是迄个勇气，我甲子谦嘛袂去互通知。 我嘛袂沦落到这样凄惨落尾来下场啊！拢是你害的，是你把我一切毁掉的，你！林子倩这个查某人敢无欠收你？先卖讲你迄可怜还袂出息的囡仔，恁妈嘛差一点仔要互伊害死。我算去坐到底是真好啊！你去替伊讲话替伊出头，啊那，你还够感情？这是两回事啦，你连我嘛牵拖落来呢。 非得了，我即摆走投无路，拢是你害的啦！你竟然阁好意思找来向我讨公道，甚至想要甲我讲条件，你真正是卑鄙小人啊！你，哦，我卑鄙，敢是我叫你对我阿姐下毒手的，哈？对我那四个我嘛无关的，拢是你家己做滴来，你家己这种完全拢扫我，我予你一条路，予你去行。 你若是选择要去做啊，等你自家担心啊！你家己想清楚呢。你救我，都是为着逼我去杀人，还以你的权势，你要出钱啊，甲林子健处理掉，根本都毋是虾米困难的代志啊！你是安怎一定爱我去动手啊？<笑>因为我介意，我欢喜，我爽。 万一只是留下记你，我这个大恩人，这你有甲问呢？你真正是变态！是，你若想通哦，你就会感谢我这回中心的大变态。好啦，我已经留一条路予你啊，咱那选择哦，你家己做决定，我袂甲你勉强。哦对，你若有需要啥，你就甲单位讲，伊会替你传好势啊，放心啦。 刘叔啊，即摆虾米情形啊？拄好听我今日讲，陈东俊的来路上叫人劫走啊，叫我即摆已经发布通知你啦，叫你空间是无法度开庭啦。那安尼啊，东俊是叫啥物劫走的？啊，路里毋是拢有监控伫的，哪有可能发生即款代志？听讲啊，东俊劫走的人不止一个，现场阁有发生激烈的竞争，详细的状况我阁会去探听。 我刚刚当当就报告，是血友病，是江超常的身躯顶传来。啊！啊！啊！有烫着无？啊！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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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堂姐啦，就洁癖啦，小夸大事，大惊小怪。
虽然超强讲时间嘛好耍，才甲陈东军创敌，啊，不过夹走陈东军这个代志，已经牵涉到犯罪啊。若是检验结果证明是超强做的，这就表示伊接近陈东军的目的，绝对无单纯。你提我的衫来遮创啥？现在一直安尼看我，我咧想我的堂姐哪会遐尼啊大心啊？你是不是误会我咧怀疑你的冰柜冰块？可卡哪讲咱是姐弟呢？就算讲你是表面清纯、内心邪恶的蛇蝎女，你应该嘛不可能对阿哪。你是有白讲啥？一旦确定你是江超越啦，一点幽默感都无剩。好了，我带你去我潜水课啊，我要先走啊。多谢我遐尼啊大心的堂姐替我处理我的衫。江超越也是唱不了伊的心戏，伊敢是坏人啥？不是起笑哟！你竟然把东军赶走！你这老爸拖累伊，敢阁无够？你连予伊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你都不爱予伊信？我敢真正头壳歹去啊！我是想要救伊呢，我找人去把伊劫走，我唔等到害伊，增加伊的刑期，我家己嘛有罪，我敢唔参照你这讲？要做出这款代志，你当然也想出一摆理由来脱罪。啊，若无陈东军这么无权无势，伊是人人画牌过街老鼠，除了你以外，还阁有啥物人管伊死活？哼，我都甲你讲，不是我，恁真拢讲袂顺车呢。陈荣兴，我知恁足要紧恁东家后事，足关心的。东军伊今仔行到这地步，你一定足烦恼、足着急。一定会想办法替伊找出路。啊，不过你家己夹走，你安尼做，你不是在甲头三间，你是害伊。你根本就是亲手要斩断伊后半世人生路，你知影无？这种道理，敢不需要你提醒啦？那安尼都甲人搞出来，没有丽萍阿姨烦恼，敢袂食袂困，敢袂呢？你要好意思做来遮甲我讨人哦？东俊今日变到安尼，你敢真正一点仔责任拢无啊？你东俊的牵手，结果你无停伊到底呢？你搁用什么道德原则啊？害东俊甲你愈来愈无同心啊！所以认真讲起来，是你亲手哦，甲伊塞去林子健的面头前，让伊当作肉包甲吞落去。你甲即马敢来推卸责任？东俊就是因为得着你这唔食老爸身躯边，伊这规个心情拢变惯去。讲到底。伊会变到汉尔无重视家庭，会汉尔无情无义，汉尔自私自利，拢是你害的。你搁好意思怪阿姐？你是八三岁啦，查甫人要冲事业啊，什么情情爱，拢要等伫个边啊啦。俺老爸要哪成大事？我即马真正后悔啊！我当初应该坚持啊，叫伊甲王亚杰离婚啊，反正伊今仔袂沦落到这款地步啦。我你这是什么倒因为个观念啊？我相信一个真正成功的查甫人，伊的境界唔呐，敢呐会用打起伊的事业，搁伊的家庭。莫怪，莫怪你的身躯边会走甲连一个亲人都无。若是找到东俊，拜托的，我拜托你以后拢莫搁甲伊联络，莫搁甲伊接触，莫改变伊的思想，我都无希望会用的无。卡叔讲。你若是阁继续要控制伊的人生，我绝对甲你灭煞！是变怎搞灭煞啦？无你是敢对我安怎啦？阁要用你去当阮厝娘妹的手甲我纠缠哦？我无咧惊呢，我早就讲过啊，天公伯阿伊欠我的，我就算讲哦，逆天道而行啊，天嘛无我的法，你有当对我安怎啊？卡叔公甲你配？会当换东俊伊顺利的人生，
我朱丽萍会受一百种方法给你认得死。哎呦，丽萍姐啊，你别搁纠缠党个啊啦！董俊去予人夹走这件代志哦，甲党个一点仔关系拢无啦。我嘛是甲法院才知影董俊去予人夹走个啊。伊当阵党个比任何人搁较紧张，我嘛唔知影这件代志是谁做个啊。啊！你别搁讲啊啦！你是伊个人，你当然替伊讲话。丽萍姐啊，你明知影党是一个心口不一的人，你是安怎要大家话听入去啊？啊，党个就是一个插面蔡公信的人，你嘛唔是唔知啊？哼，伊根本就是在跟我点心来意。所以你要昏迷的时阵，党个就有时间就去看你，去陪你讲话，敢讲你一点仔意识拢无？是你搞为啥话啦？我是看袂惯事的，朱丽萍啊，倒伫遐买死唔歪的模样啦。伊是我这世人啊，欠我上济上大的冤仇人。伊倒落去，我要找谁讨啊？安尼我人生就无趣味啊！我当然啊，爱想办法甲刺激、甲吵，互伊赶紧精神起来，才会用到我继续啊拼到你死我活为止啦。你看，这么幼稚的行为，伊拢做会出来啊，可见有话要见你。你若不相信哦，你会当问王亚杰啊。我相信王亚杰哦，一定会知影党对你的关心啊。我开始对丁丁是无好感，啊，不过伊确实在你昏迷的时阵，情绪真激动，嘛失控，走去找林子先生算账，讲要替你出气。好啦，王亚杰，我唔免你替我讲好话，我更加无需要朱丽萍甲我说多谢。我真单纯就是啊，看袂过林子倩这个查某人啊，安尼歹心毒性啊，所以才会去遐教死的啊。原来哦，我昏迷时阵，一直伫我胸腔边细细点念袂煞迄个人是你。我计是我咧喊。你若遮高兵棒，咱歹碰着讲啊，你去偷咱王母娘娘的蟠桃去食啊，啊然后家己也中一挂智慧啊。莫一精神啊，等下头壳无清楚，走一下乌白搞无。哎，就算讲我误会你，我甲你回死嘞，敢袂用的哦？敢你等下赢叫佫赢袂？免啦，莫等下回死嘞，袂到这尼啊，唔甘愿啦。回弟啊，东俊，我绝对会想办法找到伊的人。你着回去厝啊，点点啊等就好啦。莫过来这抢我的后脚，搞我乱。我即摆需要冷静落来，把规个状况想清楚。若是有甚物消息，麻烦你马上通知丽萍阿姨，伊真正足烦恼的。阮先来走。董俊会行到这地步，拢是家己选择的，你嘛无需要替伊烦恼，或者是伤心。这道理我拢知影啦，啊，不过我心肝头就敢若有一粒大粒石头在咧共款啊。就算讲甲董俊甲走的人，毋是单中性。啊！不过，迄个人嘛，唔是咧救你。啊，煞煞去啦！你家已经无牵连啊，无煞搁为着伊伤脑筋，把家己的身体顾好，可以要紧，知影无？嗯。你是怎样？对我不爽快啊？不对呢，你这应该是白鸡对吧？白鸡。